男主送女主到了医院，发现是盲肠炎，给女主移植了自己的盲肠，啊、而且还在手术期间给女主捐了5000cc 的熊猫血。这是 YouTube Short 吗？对啊， YouTube Short 最好看的，你们不觉得吗？我最爱看 YouTube Short。 关注我，下期讲日本人才敢吃的三种鱼。有观众留言，我都不按不喜欢的吗？聊天室，小朋友就你们啊，就你们啊，今天有一个热的棒棒，我们来。这是真的不要笑挑战多余的素材吗？等一下，我们现在重新开始啊，笑了加一小哦，好啊，我们现在就开始，我笑了加一小，来吧，不要笑挑战，不可能笑的吧？哎，我跟你们讲，我笑点很低的，我基本上不太会笑，我是真的一个不太会笑的人。减去顶部，用做佐料瓶很方便。电视方便了，但你没有塑化剂耶，鬼缸呢？好，看到留言我放心了。哎、欸，但这不算，这不算，我这不是影片啊，留言不算啊。好，我笑就加一小，好来啊，可以啊，就加嘛，就加小时而已，大惊小怪的。看怎么玩不起，再加了啦，加了啦，就笑而已嘛，奇怪，一小时。好，我看你传给我的，好，哇，这感觉就好好笑，哇，抖音搞笑合集一定好好笑的。真正在夜总会，真正在夜总会，真他传给我这个、啊，说帮我增加一下难度啊，来吧。兄弟，我找到女朋友了。你找到女朋友了？狗都不信，你信吗？不信。你看，狗都不信。没有笑。我信。你看，只有狗才相信。我半信半疑。狗都懵逼了，谁还信呢？你不要！那个漫画有梗。你要。房间笑超大力，我在笑的，你们没有听到？不要加一脚啦！我靠背，我觉得我的笑点真的变很奇怪，我一定要烂到好笑我才会笑，你知道吗？我们不能再笑了，不要再为自己增加难度了，来吧。你说哪天我要是跟别的小姐姐好了，你会怎么办？老婆，我佩服你敢问我这个问题的勇气。如果哪一天一个其他小姐姐好了的话，你不要笑啦！你不要笑，朱月你。我认真不笑，我不笑。哎、欸，那你在我旁边看呐、啊，你在我旁边，但收得到你的音。我笑了没差吧？你笑没差、啊？反正我不会笑了、哦，我不会笑的。去给我准备一台普通的车，我什么车都会开。好看，会开吗？李老师，李老师，对。哎，好笑了。这个就是我平常跟罗伦讲的无聊笑话，我会笑出来的东西，就是这种程度的。他明明就是搞笑影片，但是一点都不好笑，这就是一个很好笑的点。我硬了。哎呦我，哎不，这个能形容你这个啊？妈呀，笑啥呀？那你别跟他对象1米9的大个呢，又搞笑啊！但是你看咱这身材，嗯。多少沾点完不登登，你俩看我这身材怎么样？完美，像什么？像手捧雷，有点像，多不华丽。好的，好，我跟你讲，我家的200小，我就不做这挑战。看这个角度好像果冻哦，它就是果冻吧？你怎么知道它不是果冻？快看完了，你要不要看一点真的，就是认真的搞笑影片？认真的吗？好啊，我好奇认真的搞笑影片到底笑不笑？好啊，可以啊，那我们现在看认真的，我们先看认真的。对啊，感觉这很好笑。哦，好啊，刚PO的，对啊，这刚发的，这刚发一小时哎。Oh fuck！很好笑，我觉得这个很好笑。乱弹。
笑。等一下，我认真，我认真，我是认真憋笑，我认真憋笑，认真憋笑，我认真憋笑，我认真，我加到201，加到201。拜拜。有你。加到203小，有人叫我看地狱梗，国外没有地狱梗啊，会不会黄标？他们也不会上地狱梗。那你知道台湾的地狱梗有吗？打地狱梗就有，我不确定我也不知道。Oh my God, look at that! Wow, that looks pretty bad. Is the Chinese guy dead? 是原版吗？还是别人改的？哦，加两小，加两小。Come on, Stewie, it's okay. Just sit on Santa's lap. Some people push their kids to do stuff way too soon. Do you agree, Dr. Baby Violin? I really do.啾啾啾